厦门是个港口旅游城市，有不少风景名胜古迹，而我今天要体验的是海上帆船。是五缘湾，位于高崎机场和翔安海底隧道之间。行驶在海面上，你会看到五缘湾大桥以及远方的五通灯塔跟大小金门。听船长说，五缘湾的风力还不错，所以动力很足。除了可以平稳的行驶之外，还可以像摩托车一样压车，改变帆的角度，船慢慢的倾斜，把脚挂在船的外侧，本来脚像洗脚一样碰到水而已，但是当它压车的时候，腰以下通通都会泡在水里面。而且如果你越叫，它就压得越低；你越叫，它就压得越低。我就不要抵抗，就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是录影还是拍照？以上就是我对帆船的体验，如果有机会到厦门一定要来玩。我是陈生令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